我觉得最美妙还是绝杀的那一刻吧，因为快到结束的时候，然后有这样的一个进球，说明我们队员具备有这样的一个实力。如果说比赛中间然后调整得更好一点的话，更自信一点一点的话，我觉得应该他们会更好一些。应该是上半场被对方打进第二个球吧，我觉得打进两个球之后，就是从这个比赛过程来讲，我觉得还是蛮困难的，因为你要做很多的调整，对方也会做很多的调整，这些都是未知数。也感谢他们这些尤其这几个月的付出，而且是关键是在逆境当中能够不放弃，打出中国女足的一个精气神来，我觉得敢打敢拼的这个魄力吧，我觉得这点我真的很感谢，很感谢他们，也感谢很多球迷朋友给中国女足的支持，正因为有了你们的支持，所以我们在这个前进的道路上面有了很大的动力，也希望你们一如既往的支持中国女足。